有吧有吧，看清楚。有了。剩下是滑滑碳能滑到哪，然后就要撸，是不是？就是滑碳能滑到哪，然后就要用拿的。那你都滑回去啊？不是啊，你不是说滑不上去吗？对啊，是啊。往缆车站要一小段。咖啡色那个缆车站吗？你看，有人钻进去就是一个。再往左边还有一个。我们要哪一个？右边这个就可以。右边这一个上去是接东莞山。还是我去左边那个，我从西莞山回去。好啊，都可以。这个人是刚刚也吃苹果派，这个人是一个人哎，好可怜哦、啊。吃完就走了。我说很可怜哎。哪很对？我觉得一个人滑雪很孤单啊。等一下哦，我看，在左边也有一个。对，我们要哪一个？往前坐的话，就要坐回东莞山的拱洲啦。但是坐左边那一个的话，就是往西莞山的。好啊，就去不一样的。只是多久开始走路？快要退多远？这个头太大了吧？这头太大了。可以哈，有一点上坡哎、欸，我走路是变快了，我走路是变快了。小脚印是看不出来，就是往上还是往下？嗯，哦，这个是滚的，
雪橇。嗯。是雪橇。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这样一个洞一个洞的？因为有人踩过来。哦，是说他们来检查吗？对啊，刚刚有看到那有个东西，好像这个东西。你觉得这也是脚印吗？可能不是吧。那边也有啊，脚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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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看起来是往上爬的。嗯。呼呼。我如果对 Yuma， 他会干嘛？撒娇。是啊。哀哀叫。那我会撒娇哦。姐姐说，算了，他其实还是个小狗，他也才七个月，还没一岁。这里不准滑。不准滑。怎么感觉就是滑乱七八糟了？嗯。三连高天原的那个桥，经过的，对，就是西管山。这是我搞不清楚你在说什么。西管山跟高天原中间就是有五公里。之前的话，我们得过雪板，爬上去。嗯。高天原。但是现在它中间的那个桥是通的。嗯。我是昨天还有点看一遍，是可以路过去。所以我们就从西管山回去了。西管山我们也滑过了，我忘记了，就是我滑过头滑到别的缆车去的这个。哪一个啊？我真的不记得了。这个好深，反正就是这样。不好意思，现在看得到的那个缆车要坐，但是缆车站不知道在哪里。哼，对，是那个屋子吗？还是啊？不知道。你要去哪里啊？
刚那个好近，现在这个才来。对啊，我说刚那个好近，近到我都不知道，觉得他去的时间点都很奇怪。还有狗带起来了？对啊，自动的啦。好像没有。自动的啦。他没有盖了。不是自动的吗？就是。比较落后。哪有？
前好像被往上挡住了，推过去了。这样就马上回去了呢。是啊。下去啊！七管山，正面跟背面。哦。好啊，那对面是高天原。嗯。所以到底要再滑一次，是要往哪车站还是往桥？你要再滑一次就往后。哦，不是啦，我是说这个不滑了嘛。对啊。就回去，那你就走前面嘛。中间就有树啊，就过来。我们去年就是做了两次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们要去馒头区那边搞一搞，才能切过去。
注意，河流注意。下面切还是上面切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上面好像没有。你再来看一下地图吧。没有，我现在要看那个围网，那个围网围的地方，不用看地图，重点是这里。我现在是要看说哪个速度比较快，不够的话就是推啊。是被绿网围起来。真的是不是别人过来的河流啊？是从这边过来，你看呢，也过不到了。这里，这个人很想过去，他在这里啊，那里啊，两条路啊，那条向往下的、啊，橘色那里向往下。是的，对啊，橘色啊，正题是我这里的速度不够的话，就是。绿网子的那是一只，那是 diamond 吗？侧面吗？对对啊，下半部 diamond， 上半部三只神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好像很多蛮多，要练一下，也只能从那里切了，好吧？拼拼了一下，要练一下。看来是这样，已经被人练出来的馒头了。不会啊，可以从这样右边这样滑过来，应该还可以。从这边滑过来应该可以。这里也是啊。这边会切很好。你被围起来，那个洞，那个洞过来吗？对，那个洞过来还好。啊，都可以啊。你要直接下也是行啊，但那种这个也没有很深吧？有很深吗？应该也是还好。被人弄出馒头而已，好像都可以。我们上去，我们之前都是从右边下，然后这边看起来走是左边，不是左边下，这个是 family 过来的路，那个是 family 推过来的路吗？还是？好，看一下，上去看左边右边。诶、欸，那个东板山顶。哦。硬要用爬的也是可以的、啊。你可以往左啊，往左啊。可以啊。有啊，有就是很爽。云海已经消失了，嗯，是吗？是哦，云海那就在云海的下面。对啊，那个后面那个是什么？后面那个两白白两，左边还有云海，你说哪边白白？正前面白白的是什么？你说那两条？对啊，那两条就是我说距离很近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的云海。我觉得我被这个左边这团树挡到了，我要拍瓦下那一个。不要拍那边，不要拍这边，不要拍稍微。很大哎、欸，近看洞很大。
近看洞很大。那我要走左边一点，左边没那么深。那我就一直这样切过去再去吧。看得出来吗？怎么去走旁边的路了？不是啊，我是说这个路右边很深，我是说走这个路的偏左边一点比较没那么。啊，你要用这条路哦？我本来是要下去了呢。转弯我也转弯，我要是怎样？还好我没有受伤，不然我会气死。我要真的不知道你要往，我要去那边呐、啊！你就我就来，你还要走？哎，受不了！哎呀！你先走开啦！我没办法走开啊，你刚压住我的板子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受不了！我来这里缓冲，你也冲过来。我想说你要干嘛？我去看看，然后你又动，这样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呢。哎呦！哎呦！真是，打滚起不来。没有，我的杖被我压住了，起不来。滚哪滚的？啊？消耗能量。我只是利用这个当缓冲，我懒得刹车，我利用这个减速回头再滑掉。我这样挤不来，我不行，调个线。哎，方向这样就可以。你站起来之后，大概往后滑一点点。我现在起步了，我现在没有力气。哦，这样可以吗？嗯。好的。嗯。还要继续下去啊？对啊，对。到底怎么切过去啊？怎么切？看我刚刚说的那个洞啊，我刚刚不是跟你说？可是现在也看不到那个洞啊。你现在是要怎么样啊？这个很舒服。刚是这里吗？是啊，不然再下去没别的啊。那就从树后面过啊，树后面比较平，这里还是。是吗？
斜？很松啊。很松。动不了，休息还是很舒服。你知道你原地有一个屁股印吗？这个吗？是啊。好大哦。你的屁股印。这个应该我们 OK 啦。橘色那个牌子那边要弯，对不对？往右，对啊。现在还有人从右边过来，到底行不行？它就有两条路啊，一条是过来，一条是回去的啊。嗯嗯嗯，就下去了。你要先还我先？啊？你要先还我先？很多啊，我对啊，一看就觉得哇，这个深度我不大行啊，所以就我没有看到我都滑这边吗？对啊，所以我也过来了。哎，走了吗？
馒头我就不会怕。对，有好多、哦。没有啊，过完啦、啊。没有了，那就去了我就过去啦、啊。之前都是先做一次，然后再往上面冲，试试看。回来啦，那就坐一次上 family 好不好？啊？你刚怎么了？又不下来？啊？我说就是上。我说你刚刚在那边剩一点点，你又在犹豫什么？啊？又不下来？我就下来了。哪有你等很久？还我还停下来等你。嗯。你要再滑一次这里吗？好啊，就那个小那个缆车三角形那里嘛。对啊对啊。那我们要一直切过去。没有啊，直走就好了、啊。直走，我们现在在这么这边。你不用切，直走，直走就可以冲过去了。嗯
下去这样蹬蹬两下。可以想象要用的肌肉很多。回去膝盖哦，好痛哦，好痛。等一下是要直直滑起来的。对嘞。我们之前没滑过。从来有啦。直直下来，我们好像没，你好像滑过一次，然后我那时候就说我从旁边下，你好像有。对。但是我没。它上半部号称是黑，因为会整，没有整。然后中段变红。我觉得是收这个放下来的力量，举起来还好，收上放下来很痛。我去帮你按按。我之前都从这里冲出来。哎，又冲到这一队吗？那个男的他好像严肃脸，威武的 pose， 严肃脸。站着放线。哎呀，三条缆车都有开呢。认真经营，不错。小中大，小的下来，中的还在跑。我是中的。是大。嗯，还是两个大。没有啊，六个。哎，有三条缆车哎。我看到我们是，对啊，是中大，右边是中，中还在跑，对啊，这里啊，哦，大就是中跟大就是差最上面一段而已，对啊，最上面一段号称。我早上觉得坐很久，但现在觉得好快到了。我早上不知道怎么就觉得坐好久哦，好慢哦。我后来回去看二四谷的那个速度，真的比人家慢。他人这么多，排队那么长，怎么不赶快？他只有那个，其他的好像速度都是。哎，是那个我们玩山底的那个砰砰一直这样子。不然我已经载过了，它还会更新吗？他应该要把那个新的缆车加上去。哦，我不知道。反正这里我就没有在看。我又还记不住。每年都被凹一点，这个感觉吗？呼，我喝咖啡了，还打哈欠。啊？我说我喝咖啡来打哈欠。哦，这里粉粉的，有一个。你不就喜欢玩粉粉的吗？有在录吗？有啊。还是冲不进去啊？边冲边用吗？胶不胶？这个电 GoPro 是可以换电池的吗？不行。你那说可以？哎，你那好像都不行。哦，这人画又画。
在看什么？不知道，想起来。
等你啊！在休息吗？没有，我在等你啊。哦，好。快下雪了。刚我那种下巴，全身都是热气。真的吗？嗯。好热。那我要快滑了。哦。那还要再滑一次吗？看你啊。你呢？我都可以。都可以。那我们滑一次从红的下，红色、绿色下。红色、绿色。就是、第二中间。不是，就是坐到最上面，然后一下缆车往左边转。哦。那个我们之前就滑过的。那走了。哦。我要跟你吗？我可能跟不到。不知道。好。补不到，大概
个上面就会写说新雪的高度零。哦，虽然有下，但是他说是零。那也不错了，我们滑这个有够舒服的。这边右边就不能很轻松滑下来，右边不是很轻松，右边只是可以比较稍微轻松，在这边完全不用花力气啊。啊，雾掉了，雾掉了，变雾了哈。嗯，走了，可以了吗？
的还是红的？才比较对。你要绿的还是红的？绿的好像会那个。要推。对，要推。怎样？你现在是过桥？你现在是，我以为你是不知道从哪里回家。我在那边啊。嗯。好像是靠右侧通行，靠右转。好，从哪？是吗？的滑回来了，哎，刚好。两张票。这个要滑下来一次，还是就直接回家？啊？这个是要滑下来一次，还是直接回家？就是要滑到西馆，还是要坐一次 lift 才能到东馆？才能到哪？对，我说这个没有要再滑下来，现在就回家了。
去西馆，西馆最后加速冲到南车站，看你能不能顶上去。你要拉我？没有，那边没办法拉，那边有一个拱上去一点的地方。他刚磕的不是很高兴吗？我顶一下，我摔倒。我没有看到。刚摔倒的那个人就是坐着现在这个方向，他就摔倒。他好像就是在一种很危险的状态下，就是追求那个抓地。对，过来一点就倒，上去一点就抓不好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看他们的动作，我都觉得大腿爆酸的。嗯，是吧？啊？我们也会啊。我们没有、啊。我们如果很磕的话，我们脚也快贴地面了。如果我们到那么厉害的话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请教练啊？我还是想要有人教的。你不想哦？那你愿不愿意一直在一样的地方一直练？那、啊、老师如果在教在调你的姿势的话，不是就要这样吗？嗯，还是你觉得自己练就好，没必要老师？也不是没必要，我知道教练教我的，假如有十个的话，我可能有七个还没有做到很好。其实我根本不记得他们教什么了。嗯，那个时候我太害怕了，什么都没有办法。嗯。就要往那边去吗？是啊，用冲的。冲去那个方向，好像有看很多人过来，所以他大家会来少尔山玩哦。少尔山票比较便宜耶。对啊，其实如果又要说兼练习又要兼好玩的话，少尔山一个就够了，然后一直做拱手啦，拱手啦速度也够快。这就是路线太一样了、啊。如果真的要精进的话，就是要一直练。我们三二三，倒数两天都有人从椅子上摔倒了，下来的时候跌在缆车上，跌倒，对，跌倒。还好没滑，忘记这个只到4点，我说的。
家了，再玩就回不了家，就要坐车了。上面的人不用，就要坐车回去了。趁机睡觉吗？上面的人回来了，中间的岔路千万不能走错。你走前面。回南馆的岔路。我们叫第二拱多拉是吗？还是第一？这是什么什么高速？第二高速，但是我说我们的拱多拉的名字好像是第二，对，很奇怪，它东莞名义比较新，但叫第一耶。不知道，比较贵，但是未必比较新，谁知道？那看起来就很高级。哦，脚酸，大腿还是，但是滑的时候没有酸，但是我知道他们在酸，但他没有滑的时候很酸。我回家就去打他。招饭给我们吃，嗯，招饭，他会招饭，招饭给我们吃，什么招饭？他说你来住，你的这个住房费就是煮招饭给我们吃，哈、啊、是吗？可以哈，你看这样子的住的分布的。对啊，你订的我们就多了一个床垫了。但是我是想我姐快来这样打就好了。我是趁着一切优惠都有，希望是好的，应该很好。Friends Bed， Friends Bed， 原来你看的那一个是五万而已，我现在看的这个是十五万。哦，我是乱看的，我是只是觉得这牌子好像不错。我不是跟你讲的吗？那你等会你选日本字的吗？他全都是日本字啊。我就是想要买日本字的东西啊，像我们的东背跟下背都是日本字的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羽毛背好像是日本字的。对啊，下背好像我也是那时候学是学日本字的。哎、欸，很厉害耶，下背可以盖到十一月、嗯，夏天的背盖到十一月都可以耶，很厉害了。所以搞得我们冬天被盖很短，但是冬天被太热了。现在没有觉得太热啊。现在很冷。太热。之前盖会觉得太热了，不知道什么。想看雪雕、雪狐之类的东西。雪雕很难吧？它白色的，它看着你，你看不到吗？我觉得它天黑真的没那么早，我觉得拱多拉已经开到3:15，真的很那个。哦，偷懒。只有三二三比较早。对啊，我说。其他都开到4:00。对啊，是我说他偷懒啊。嗯。哈。四小屋也是比较早关。它比较高啊。对啊，就是上面先关，接着中间关，再下面关。对啊，它高啊，它往关合错都不知道巡逻到几点了，会不会？合错应该会早一圈吧，早一圈我需要帮助的人吧。你想当初马之贝盯着我们下山，关都还下不了山。被抓起来了。它长得很可爱。他等我等的脚很酸。
都懒得滑啦，还说我们应该可以，结果快摔死了。应该都先去过白马就去就可以，但是没去过白马就去还是不太行。左边那个黄色招牌不是写左边箭头吗？真的哦，它直直走是什么地方？哎、欸，哦，这边就是南馆，拍摄也直直走，这边是东馆。好像直直走就好了哦。是直直走就到了。好像是哎、欸，对啊，直直走就到了。停、啊，你走我后面，你再拍我一下今天的动作怎么样？可以吗？我已经没有什么路了。啊？对啊，你就刚冲太快了呢。为什么这样说？你看没什么。有刷子哎、欸，要刷一刷。懒得刷了。嗯。你说今天终于有人挂刷子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这边两根有没有挂着？刷一刷了。因为啊，这放柜子，柜子积了湿湿的。我操！再刷一刷。我觉得重点是鞋子，反正懒得刷。那先刷鞋子，再刷。就要怎样？就要怎样？就要怎样？
可以抓进去。哇塞，抓就抓了，算了。我鞋子应该是用弹一弹就可以了。你的棒棒，嗯，对着我掉一掉。没有充气枪，应该没有弄到你的。嗯？你这边那个抓鞋板那个地面就抓出来。我的头太低了，是不是？你是都摔到我的头里了？对啊，我说你不会觉得冰冰的吗？没有呢，你帮我拍一拍啊你。我觉得冰粉，然后有点往你那边飘过去。又有冰粉了，雪粉，飘飘，结冰了。那我有特刷了，还是很多。因为刚捂进水冰就变结冰了。因为之前贴胶带贴的，它都发黄了。那胶带还在吗？都撕掉啦，但是板子已经发黄了。哦，好，随随便便。回家那天再认真。抓的我手上都湿的，你帮我拍一拍。还有，刚你说我的头有吗？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。